我有眼光啊，而且你有没有拍照？他点击了，但是他不要点击的。瞪我干什么？他在瞪我。你多点微信。你信他吗？你觉得摄像头里有一句真话吗？我嘴里怎么不没有脏话呢？对啊，你最可爱最善良。看看这个人的嘴脸，永远坐在拍他的后脑勺，都是我的主意。要精神，当然真的。掐死我！小哥，小哥，小哥。啥？裤子臭了臭了。还有高管他。从明天起，我不想再在公司看到你们了。离开了公司，你们才能有更好的未来。加油！加油！准备你的妆，要不真的吗？我找到了，你先摆好，对，你先摆好，然后老公，你看那边是不是亮晶晶的？看清楚，确认，看到了，现场肯定的，好吧，我相信你没有。我找到了，真相，梦华，我怎么好像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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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好像够了。来吧，我们赶紧。